9年前，在我市邗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，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时。没有杀周亮，我没有杀人。是我杀的刑满。你是想做好律师呢，还是做好律师？小孩子才做选择题。我需要你什么都不做。哎，乔律，江湖救急啊，如果你打算走私的话哈，你会怎么入手呢？你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才从事这个行业，还是因为从事这个行业让我们变成了这种？